学有甘有苦，恭喜你们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学习。知识的价值在于应用，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，但要能分辨网络世界的真假对错。六月是毕业季，也是金黄稻田收成的季节。我们要学习稻穗成熟后弯腰的谦虚精神。愿带着师长满满的祝福与叮咛，展翅翱翔，实现梦想。县长诚挚祝福每位毕业生，鹏程万里，毕业快乐。